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了一个，它是听说很厉害的意大利餐厅，叫帕德拉。帕德拉 ，Yes。Yeah。Everybody's hungry。那边的服务员。然后我们为什么知道这间呢？是赖少说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，就这边全部都在排队。他12点才开门，可是现在11:55的时候，已经排了大排长龙。你刚不说你不讲话吗？我跟你说一下，我现在做你的睫毛吗？它是紫色的哦，我就没人会想看，把它剪掉。好了，他在 London Bridge 旁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，到底为什么要排队排那么久，好吗？大家见。嗨，我是朵拉。这间因为呢，它便宜又什么忘了，便宜又厉害。然后呢，所以很多人排队。看我们刚刚排了多久，半个小时了吧？我们是下一组客人就到我们了。我们现在进来坐了，然后里面真的很便宜耶。它全部都大概是4磅、5磅、6磅，然后最贵才10磅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特别的餐啊，才11磅，然后是虾子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决定要点什么，来跟大家说我们点什么。臭哦，很不高，很有嚼劲啊，很高兴。Waitress 买的好，上菜啦，在这边有三个。赖少他点的是虾子，然后方程点的是牛肉，然后点的是素食。我觉得看起来是很还好，都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，现在来试试看。它这边看起来很可爱啊。虾有点腥，对不对？虾很腥，很腥，口感很像泡面，那个面的口感是感觉就像泡面，可是很像泡面，因为它的粗细刚好，皱皱的，粗细刚好就是泡面。它那个虾真的很沙眼，就感觉是会过敏的虾。为什么我没有看到？就是牛肉的，很软，嗯。就牛肉酱 ，OK。还好哎。所以他排队的点是什么？很便宜吗？但很便宜也没便宜啊。我觉得就是便宜，没有什么厉不厉害。而且我就发现，在伦敦，如果你真的要捡便宜，通常品质都不会太好。我点这个牛肉，它是炖了8小时的牛肉，变成牛肉酱，所以其实还不错。可是这种东西就只有点像罐头的口味吧，就有点不像是，就是不是精致美食、啊。对，精致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评分。我们现在来录评分，1到10分，来到几分？是一共这道菜整体吧？整体。服务啊，地点啊，钱啊。我选7.5是吗？我给6，我给6.5。怎么命啊？因为我真的觉得还好啊，还是可能我的素食不好吃吧，可是你那比较好吃。我的点是我很在意 CP 值，就我觉得它分量不多，然后也要个10磅，我就觉得嗯，你们那个比较适合，但你们那个最贵。那我觉得我给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它的面真的蛮好吃的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就是有来的话，就在 Borough Market 旁边，然后我会把资讯放在下面。那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